哇，我进得去吗？一定可以吧？哇！哦哦哦哦哦！猫舌头，哇，猫舌头 ！What？ 我这个单元事隔两三年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又拍？是因为那天录影的时候，上礼拜录影遇到凡，然后就看到他，就想到说，哎，我们以前两三年前他要来还挤不进来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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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想参加。哎，从头到尾有个人比较安静哦，请问你在安静什么？我在观察，我在安静观察。心机，我在很紧张。你有看过《人造白海大赛》吗？世界著名的节目。你说那个你那个节目。你要主持好不好？那还不说，我年纪正常不会硬，我真的不容易抖笑。你笑得很高。对，哪有啊？我今天在打爆你的脚底。打抱不平啊！打抱不平啊！然后想问你，那个电影的剧情来着？对，好看吗？看完它吗？嗯，谁知道啊？你有交过很好笑的男朋友？有啊，长得很好笑不是帅？真的吗？交的男朋友都还蛮幽默，交的男朋友都还蛮幽默啊！坏掉怎么办？他软掉。你在干嘛？好了，今天的规则呢一样是由左至右绕两圈，每个人准备两支好笑的影片。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准备的还不错，有人笑，你就可以打他的小脸，代表说你很认真。但如果你准备了一支叉走，准备一笔的一支叉走，全体安静，就全部人打你的脚底板。这韩族的一定很叉走。拜托你到最后一刻都还找不出来，我一下就。No no no no！ 跟你讲，在每次忍笑喷奶大赛开始之前，都会有我们的豆力肉。哦哇哇哇哇哇！哇！我刚刚说网友都说我跳舞是哇哇哇哇！这什么？因为我狂飙完了。哇！我进得去吗？一定可以吧？哇！No！好，下一位叫板板，来了，脱了脱了，认真了，走心了走心了，不想输给菲比。哇，穿拖鞋，鱼门舞集，今天穿的也蛮像的。哇，这个豆奶 girl。节奏，听音乐的，来了韩祖，好了，哇，我怎么办？然后那个脸马上变，猫舌头，哇，猫舌头，这么牛。刚刚他很心机很重，那你们两个都换上，我怎么办呢？而且我超近的看到他的脸，超享受，超近的，超级近的。韩叔，你真的是想大解放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男生呢？你是男生怎么样？我真的很喜欢他这种。哪种？哎呦，这种就嘴巴说不要的。好热。好，先从菲比准备的影片开始。阿刚怎么还没开始就笑成这样？我好累，肚子超痛的。他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工人，然后被人家小小的玩弄一下。奶哥的徒弟耶，用筷子，好，降平的。
发抗。好重啊！打我小腿干嘛？喂、欸，每个人都打、哦。轻轻的，轻轻的就好。No.
我这个是那个孩童合集。Hey, Oliva, you want a bath? Nice. Touch his balls. No, it's...你看吧，主角，你还好，从眼睛流奶出来。你这三个是不同的影片，是我自己把它集结的，我用心的。主角不行了，那婴儿，主角的笑点是婴儿飞出。等一下，我怕被打到。不，那边是骨头哎，那边是骨头。没有啊，抬高一点嘛，这样比较好打。哎，鞋子是迪奥的。对啊，对，喷到我超，我超心疼，我真的。快点啊！不要折磨我了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哇！哇！好大力哦！他真的很大。好可怜哦。他最喜欢。你屁股跟脚的那个耐受度哪一个比较高？哇！哦，这个很好看。好想摸。这个角度很好看哦。看反光，我觉得你那个姿势感觉很恐怖。没有啦。哇，这个画面。哎，原来长肌的人是。你不要太开心哦。我发誓，好可怜，要检查一下。你，把楼俊都搞成这样，老师不好笑吗？然后我没有笑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比较屌的是，就是啊，你把我的 iPad 喷成这样，还有我的手机啊，对，不是，因为是不是因为你们楼俊说脸上这样白白的是可以的，好可惜。而且你当时我们其实没有喷啊，因为你把那个荧幕喷到我们看不到。就那个狗啊，要不要吃香肠？好可爱哦、喔！然后还品味，我今天好像这样吃。啊，不然你怎么吃？啊，一根不就这样子？这样吃啊？哪有这样吃啊？这样吃，咬断啊！如果两个口味不一致嘞，想综合就这样吃啊！你要综合一个，综合啊，综合口味。那喷气之类。What did he say？ 拜拜拜拜。